这个世界上好像真的没有一个课程，也没有一本书能够很实际的告诉你怎么做一个好父母。由金像及金马影后李心洁监制，一系列探索关于儿童教育的纪录片。教育到底是什么 ？And felt that education should also be about letting them explore. Just by playing, they will be able to learn. 我觉得快乐学习的同时，我让孩子知道他有权利。我好想好想让他也感受童年的那种自由和快乐。用最真挚、最温暖的感情，剖析呢个年代教育的意义。And this is the school of love. Now True 独家播放，现已上架。